界面特别乱。对，这个就是我直播的时候的界面，你现在要看到的。对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因为我现在正在直播，现在是2022年10月。28号的晚上0:23。为什么那么仓促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录这个视频，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直播事故，但是呢，因为是好听的事故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将错就错，把它录下来。万一是个好听的投稿呢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我正在做动力沙掏耳，然后呢，沙子卡到了麦克风里面，就你们的耳朵里拐弯的一个暗角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掏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灵机一动，我选择了用史莱姆去把它粘出来。接下来就发生了史莱姆粘在耳膜上，现在两边耳膜上面都沾着一点点史莱姆。这点史莱姆呢，倒是不影响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但是它影响我后续所有的操作。所以呢，那按照正常逻辑，我应该换一个麦克风，对吧？然后等我下播了再慢慢清理。但是不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坚持说史莱姆粘在嘴里面，然后再掏一下的声音是很好听的，让我必须把它录下来，所以就有了现在你看到的情况。我们肯定不会一个投稿只有一个声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准备了史莱姆、肥皂、动力沙，还有棉花。待会儿我会把它都混在一起，都塞进耳朵里。反正已经这样了，再加点料也无也没关系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！视频里会有很多
脚，一边在想。
一端粘在你们耳膜上，一端粘在这儿，往外拿的时候的那个摊开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会有一点点吵，但是没有什么办法，忍一下。现在经过两边来回几次清理之后呢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它粘在耳膜上的史莱姆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拿出来的。等一下，我摸一下那个，我耳勺到哪儿去了？在这摸到了，掉我裆里了。那个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弄干净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不换耳膜的话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还你们一个清爽的耳朵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。现在是录视频了。
的声音肯定是蒙的，因为我把你们耳朵蒙住了做的呀。只要逃到最后连着耳膜里的史莱姆那一块，声音就会变得特别像我这一段。我先闭下麦。不是，就是把他那个连根拔起，那个
面再谈了吧。我现在换个麦克风，而且我也不敢往里面加其他东西了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我自己就在我自己的感觉看来，这个视频如果投了的话，应该是有一半人是不喜欢的。就我自己整个过程，我觉得还是声音上面还是挺沉默的，但是我前面看弹幕里面就但又有一部分小伙伴是喜欢的，那么到时候我们就在备注上面说一下吧，说这个声音是比较像的，就喜欢温柔一点安静一点的，就这个视频就到时候备注提醒一下。那这个是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陪伴我翻车。